现在在我们眼前的是全新宝马五系它的长轴版，然后可以看到它依然前面采用的是宝马的双肾的一个设计，它更扁，给人感觉它的视觉感受是更宽更低一些，然后给人感觉也是相当大气的。它底下是这种黑色的贯穿的这样的一个设计。车身的腰线就非常的长了，银色的轮毂，腰线感觉非常的流畅，它漆面质感非常的不错。咱们来到它的尾部，尾部在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后排就稍微有一点点的翘起。哦，它灯也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在它底下是双边的，它的排气口是这种梯形的排气口，也在彰显它的与众不同。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它后排其实层次感是比较强，一种轻奢的感觉。